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呢咱们继续打勇者斗恶龙建造者第87期。上一期呢咱们收集素材，并且呢开始拆城墙。那么大家请看我这个城墙拆的怎么样，非常的干净啊。那么咱们从这期开始咱们建设小镇。首先呢我准备先把咱们的城啊围起来，大家请稍等，我用我提前准备好的砖块咱们开始围墙啊。咱们看来把这个小镇围起来之后，这应该算是复兴的第一步啊。然后呢咱们还要有另外一个工作，我的计划就是把咱们这个小镇的地面全都变成说话不能开小差啊，就说把这个小镇的地面呢全能变成这个粉色的这个地毯，也不叫地毯啊，就这个粉色的砖块啊。这看起来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小镇呢更加的高贵，这样呢看起来更加像王宫，配得上咱们的小公主啊。这个火把它打掉啊，这个火烧有点碍事儿，碍事儿的日语叫假妈啊，就说你这人太假妈了啊，就说你这人太碍事儿了啊。刚刚那火呢就是假妈，就是碍事儿啊。咱们说咱们赶紧铺墙。哇，这个小镇好像没有了，稍等啊。我怎么这个一开小差的话怎么总发点事儿呢啊。咱们认真的先盖墙啊。不过咱还说刚才那话啊，我是觉得吧，这个小镇的面积好像比咱们前两张感觉略大一些哈，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？啊，这是一个这个喷泉，我把它填满啊，以后咱们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屋。哇，稍等啊，咱们这个喷水的话，只要有4个应该就够哈，咱们用不着这么多，咱们赶紧把它填满。OK， 然后咱们接着盖墙。我看啊，我现在应该是还不算太饿，这肚子还可以啊。现在也发愁啊，以后咱这吃东西怎么办？你看我打了这么多素材啊，就没有发现有这个什么桃子呀、蘑菇啊，没这东西啊。这以后吃东西是个事儿啊。这第四章吃什么呢？剩这一块我把它变成城墙啊，因为反正我想以后咱们小镇的围墙肯定不可能是土块嘛，咱们把它做成城墙，所以呢这几个地儿咱用城墙做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我赶紧进去啊，别把我关外面啊。好，咱们赶紧把它堵上。OK， 看起来很不错啊。然后我还得给它开个门啊，稍等啊，应该是正中间开门这条线啊。我的门没有这个三开门哈，只有两开门。那咱们就两开门吧。要三开门的大门就好了啊，我回头找找去啊。我的门呢？在这儿呢，咱们把它拿出来。好，我在这儿盖个门啊，我在这儿装个门。盖个门盖不上去啊。好，然后呢我想咱们下面就要装置下这个地板了。这个地板的话应该是在炼铁炉生产吧，我看一下啊。地板啊，这儿呢，地板 set， 这是地板套件，它需要三个这个地板砖哈。那咱们再敲几个地板砖啊，这样咱们生产一个 set， 然后再把它铺回地板砖就完了啊。好，咱们在这打几个地板砖。 OK，好，咱们再拆几个地板砖，这样咱们多生产几个 set， 一下把整个这个小镇咱们都铺成粉色啊。OK， 这块可不用打太多了哈。好，咱们再来啊。好，咱们生产一下啊。OK， 能生产了，我看能生产多少个？50应该够了啊。咱们整个小镇的话应该是够了，但是咱要铺平现在这地面，我还得再找点这个土块去啊，稍等，我再去打点土块。这儿土块应该看起来不错，咱们就这儿吧。稍等，咱们打土块。这个游戏设计的真挺好啊！我前两天其实又简单的玩了一下那个《我的世界》。我觉得我玩惯这个建造者了，想接受《我的世界》啊，稍微有点难度。反正我是这么有感觉的，不知道您是不是能接受我的世界呢？当您玩完建造者之后再玩我的世界的话。好，咱们说了赶紧把这个坑咱把它填平。哇，正好是天黑了，咱们回到小镇啊，还算是安全。而且我的世界这个深夜这僵尸设的记得真是还能爆炸哈，那叫什么叫 Creeper 还是叫什么，还可以爆炸。不过我想打完这个建造者之后呢，我想尝试打一下我的世界，如果我能接受它呢，我准备再做一个我的世界的系列。好，我在这先摆上两个这个火坛啊，
如果我接受不了它，那么就做一个这个教学的我的世界教学的一个视频就完了。因为这个 PS 版本它好像可以教学，有这么一个教学模式，我想呢简单的给它做一下。哦，这是咱搭建小屋啊，我看啊，咱们再摆一个门，以后就作为大仓库，不是大仓库，是咱们专门的仓库，同时可以睡觉。我看啊，我应该有一个王的床才对啊，就这个，再把它拿出来，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睡觉了。稍等啊， OK， 咱们睡一觉吧，睡一觉。早上好啊，今天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铺地板砖啊。好，咱们马上开铺。嗯 ，OK OK， 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宫殿的感觉啊，有点像这个宫殿后花园的感觉啊。好，咱们再来，它也是以这个三块为中心，然后周围铺啊，跟那个墙应该是一个道理。这些个设备我先把它打掉啊，等咱们铺完地板砖之后，咱们再把它恢复回来啊。哇，这里还有个窟窿，哼，啊，稍等，我把它填上啊。好，然后咱再铺一下地板砖。哦，这个白色咱把它打掉，好像看着不是特别好看哈。嗯，其实不好看，咱一会儿我把它打掉啊。嗯，算了吧，现在打吧。嗯，看着别扭，咱们都是粉色，突然间出现 一行白色的话，好像不是很好看啊。咱把它打掉。哇，怎么一下打两块？稍等。OK OK。好，咱们把这儿铺上咱们这个土块啊，然后再把它变成这个地板砖。哎，稍等啊，摁错了，太紧张了啊。好，咱们再来啊。OK， 咱们再来。哇，非常的不错啊。咱们铺满之后再看效果啊。啊，对，然后一会儿我还想把这个围墙把它变成砖墙啊，变成这个城，变成城墙，不是砖墙，变成城墙。砖墙档次不如城墙高啊。好，咱们先铺地板砖，一会儿咱们一点点的干啊。OK， 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我想这个地板砖这个白色就留着，因为这个以后我想把它都变成房间，所以呢应该是不影响咱们的那个小镇的美观。这儿得加个圣水啊，这好像这两块还没有变过来，现在应该没问题。OK， 咱们不留一个死角啊。OK， 啊，非常的漂亮，确实非常的漂亮啊。这些绿色应该也能变 ，OK， 没问题。以前咱都是看惯绿色的地板啊，今天咱们铺上这个粉色、紫色地板呢，咱们看一下效果啊。啊，我感觉还不错啊，看起来像是一个王宫的感觉啊，有一种高贵。右边这个地方呢，我并没有把它拆掉，是因为以后我想把这几个地方都变成房间，然后呢，还有门的位置都给它留好了，那太棒了。接下来我把咱们这些个炼铁炉把它放到地上啊，我看啊，大仓库中应该有才对啊，都在手边，稍等啊，咱们把它一个个摆上再说。先来这魔法台，以后呢我想把这些个魔法台啊什么的都摆到各自的小屋里去啊，如果有 NPC 的话让他帮我生产。但是第四章有没有 NPC 呢，我还不知道呢哈。嗯，咱暂时先摆在这儿吧，然后还差一个石的工作台哈，稍等啊。哎，石的工作台在哪儿呢？我看看。啊，不是。啊，我找到这儿啊，看到了。哎呀，它隐藏的够深的。好，咱们赶紧把它摆上。OK， 接下来咱应该是生产城墙啊。我看看，应该是城墙 set 这么一个东西。好，咱们生产点城墙。OK， 接下来咱们要建筑一下城墙啊，咱们要装饰一下咱们的城墙。从咱们的仓库开始啊，我跳出去啊。好，咱们试试啊。哇，看起来不错嘛。啊，很好很好，看起来非常的结实。这个城墙应该能挡住大炊兵吧？啊，这漏了一块啊。嗯，不知道，我认为应该能挡住吧。如果挡不住的话，咱还得用那个石墙啊。咱们再围一圈石墙不行的话，咱们先暂时用这个城墙，因为咱们在上一局时候用的是这个砖墙 Lenga， 那个呢确实挡不住大锤兵，但是咱们这个是城墙叫 Johikima， 应该可以挡住才对啊。嗯，试一下，不知道啊，这都是这个游戏公司定义的啊。我希望它能够挡住。
以后咱们这边，哎，怎么又拉一块？以后咱们这边呢，我想盖几个这个小屋，用于这个睡觉呀，或者女性专用啊，或者说公主房啊，还有就是这个厨房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了啊，这是咱们小镇的初期。接下来我看看武器啊，咱应该生产点。哦，对了，我生产过钢剑对吧？稍等，我看看啊，咱还没装备呢。哎，难道在大仓库里吗？我看啊，哇，都在大仓库里呢。赶紧，咱们铁锤、钢剑都拿出来，以后咱们要用这个钢化武器了。好，接下来我想咱们再生产个铠甲啊，咱们还没有烤的铠甲呢。啊，需要毛皮和绳子，这是上质毛皮，上质没有，咱们只能来这个了。那么上质毛皮到哪儿去找呢？再来一个吧。咱们记这事儿啊，没有上质毛皮。接下来我看这盾啊，钢盾。哦，钢盾需要木材，那铁盾呢？铁盾也需要木材，那咱们去搭点木材吧。稍等啊，我这还没跳过去啊。啊，看来以后咱东南西北得多开几个门了啊。否则不方便，行，我记这事儿啊，咱们回头再多开两个便门。咱们先把这个树打掉啊。还真是，咱们到现在为止没怎么收集木材哈。好，应该是够了，咱们去回去试一下啊。应该是够。哎呀，这个没有门真是不方便啊。回头咱们再开俩便门，咱们说干就干啊。咱们先生产木材，应该是在这个工作台哦。我看看啊。OK， 在这儿呢，咱们生产。哎，只能生产六个。啊，这够使吗？啊，我先试试啊，咱们先生产把盾啊，啊盾啊盾，它需要木材，那钢盾需要木材干什么呢？好，咱们生产，两把吧，咱们再来一把。OK， 接下来咱们把它装备上啊。这个肯定是不要，然后钢剑，咱还这么多把木打锤得用了啊，这个狼牙棒，不是狼牙棒，这个木棒肯定是不要。然后咱们装备上钢剑，咱还有把石剑，石剑多余哈。然后呢，稍等，我把铠甲挑出来啊，铠甲和盾。这几个木棒咱们不要了，扔也费事啊，咱们暂时先放到大仓库里边去，然后盾再拿过来。大锤，这个石剑咱不要了，咱们换上这个钢盾啊。石剑当时生产多了哈。好，咱不说了，赶紧换上钢盾。哇，看起来人好像很酷了啊，哈哈。哦，看起来不错，全副武装的感觉啊。OK， 接下来咱们的工作就是赶紧回去吃饭。我这肚子饿了啊，咱别到这个肚子红时候才下去吃饭啊，咱们赶紧回家吃饭。哇，这个地方咱把它变绿啊，咱们只要看到白色的地儿，咱只要能变的，咱们尽量把它变绿。绿色又环保是又这个节能哈。好，这个地方咱们也变一下。好，这样妈妈喊咱回家吃饭，咱们赶紧回家吃饭喽。我看大爷在呢吗？啊，大爷在呢。哎呀，大爷您赶紧喂我两口空气吧。啊，怎么样啊？这都不看了，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啊。OK。满腹感啊，然后他还说让我再去重建，让我准备圣水，然后把这死亡大地复活，这我都知道喽。接下来咱的任务是用钢剑钢盾，咱们去完成另外一个任务啊。好，咱们马上出发。虽然咱们已经获得了青色之门，但是呢这第一张图还有地儿呢，咱还没有把它打完。那么咱们今天把这个地方打完之后，咱们再进行第二张图的冒险啊。好，我从这儿爬上去，咱们爬上去之后您就能够看到我要完成什么任务了，咱们赶紧往上爬。 OK OK， 我上面有个树藤，我踩一下这个树藤啊。哇，天亮了啊，真是天助我也啊。哎，大家请看，远处有这么一个亮火的地方，那应该是一个要塞还是什么，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咱们呢去那儿完成这张的一个算是隐藏任务吗？应该也算是隐藏任务吧。好，咱们马上奔这个地方去啊。啊，日语叫做有利米奇，就是说不是主线的支线任务应该是啊。好，就这个地方，咱们看一下有个牌子啊，咱们看它一下。啊，这个骷髅我先把它打掉啊。稍等啊，咱有钢剑啊，应该能打掉骷髅。OK， 两剑砍掉，咱们看一下牌子啊。
拉达托姆行囊礁，它是拉达托姆的避难所啊，这是避难的地儿啊。好，咱们把这个土块给它打掉。好，咱们换成钢剑进去看看啊，看看到底有什么。应该是一个比较深的山洞才对啊，我看看。哇，这有一个门啊，但是没有钥匙啊。咱们现在应该是去找钥匙才对。这个火盆咱把它收掉。哇，这里面有个宝箱，那咱们去那宝箱啊。咱怎么过去啊？我看我得绕它一圈啊。啊，这我骷髅，哎呀，咱先来骷髅啊，咱先来骷髅啊。哇，吓我溜了一下。哇，他体能很足吗？这个骷髅，赶紧啊，先把它打掉。OK， 哦，获得一把钥匙，卡给。OK， 然后咱们用这把钥匙去开门，对不对？我大概知道了。好，咱们接着往这边看一看啊。哎，前面这个墙应该是可以打得动吧？我试一试啊。哎，打不动。哎，我换把钢锤啊。OK OK， 咱们从这儿进去啊。啊，还掉了两个石头给我啊，咱一会儿捡石头啊。咱们先干掉这个骷髅啊，请稍等。打掉他应该比较简单，他砍一剑停三秒钟，这是咱们的 chance 机会啊。哇，赶紧把他打掉吧，再来啊。钢剑我觉得不如我的前几期的那把剑啊，一下能砍两刀那个好。这个火弹收掉。 OK， 接下来我看看啊，这有一个门，我看啊，应该是需要咱们刚刚的钥匙才对。好，这个地方我把它钥匙调出来啊。这东西我得整理一下，这都没有用哈，城墙也没用，摆在这干什么呢？拿回去啊。然后就这样吧。好，咱们去开下门啊。我开门之后，我把这门给它砸碎啊。咱们拿回去还得见上小珍呢。稍等啊，我换把铁锤啊。OK， 然后咱们看里面的妖怪啊，啊，是个骑士，咱们来个骑士吧。哎，我先看这宝箱啊，能直接打开这宝箱才对吧？我试试啊。皮大裤，哎，可以打开。那咱们是不是不杀骑士，直接开宝箱就行啊？一会儿我试一下啊。我的天哪，那冲得够猛！不管，咱试试。哇，可以打碎，这得到什么？哦，没看清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咱赶紧出来，咱等于偷完宝箱出来了啊！啊，这他这个游戏设计的啊，有点意思啊。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？得到一个西尼嘎米诺塔德，死神之盾，啊，是死神之盾，防守力16。哇，这什么声音啊？这好可怕啊！我被死神之盾所诅咒了吗？我的个天哪！哎，这个游戏设计稍微有点问题啊，他应该让我打败骑士之后才能拿这个宝箱才对啊。嗯，稍等啊，啊，这有门，咱们应该有钥匙，再开这门啊。哎，稍等，我把它砸碎啊，这门咱得带走啊，咱们装修小镇去啊。我看啊，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这还有门。我的天哪，这局可是有点太难了哈！这个叫什么避难所啊？我看啊，哇，那应该还有妖怪才对啊！哇哇，这有个妖怪！我天哪，吓我一身冷汗啊！来来来，咱先把这个骷髅收拾掉，打他不是事儿啊！他砍一刀费三秒钟啊！哇，他能自己补血！我天，这骷髅进化了啊！赶紧把他砍掉吧！哇，他掉钥匙，那太好了，咱们赶紧去开门，那边回头再说吧。咱们赶紧去开门啊！啊，看来咱这个是寻宝之旅啊！好，咱们赶紧开门。OK， 那咱把门打掉啊！咱正好咱的小镇缺两扇门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打一下试试看啊！我先来骷髅吧，还是？哎呀！这后面藏个骷髅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颜色有点奇怪。哇，还能下，我看看啊。哇，这局也太难了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一个墓地，这还有门。呵呵，哇，这局设计的有点意思啊。啊，这游戏设计的好，总是给人一惊喜哈。这罐子咱把它收掉，这把它收掉啊。看来咱们还得再去找钥匙才对啊。我靠，这家伙有钥匙吗？
先把它干掉。哦，这是普通的骷髅啊。哇，这还有榻榻米。我天哪，这是日本的睡那个草席吗？收掉收掉。哎呀，躺这个榻榻米上喝啤酒看电视，那不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啊，而且呢非常的接地气儿，纯天然啊，赶紧把它收掉。哎，我特别喜欢睡这个榻榻米啊，虽然我在日本这边睡的榻榻米的次数不是很多，也就睡过3个月左右的样子，但是呢我非常的喜欢，赶紧把它收掉。哇，有榻榻米的太棒了啊。我看啊，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啊。哇，这真是一个大宝库，这还有榻榻米，赶紧收收掉收掉。哎，还有澡盆，这是哪个妖怪在这儿？应该是一个这个官宦啊，不是官的话不可能还准备榻榻米和这个澡盆啊。咱们赶紧把这个澡盆应该也能收掉。 OK， 这是什么？水管，呵呵，不管了。这个书，还有这个书橱啊，一看就是个当官的啊。好，咱们再往里面探探险啊。哇，还有榻榻米，那不说了，收掉啊，一律收掉。哇，还有啤酒。哎，这不是啤酒啊，这是这个玻璃瓶。哈，发现是啤酒，那要啤酒那更好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哦，这个门好像可以打开，咱们一点点来啊。我先把这几个榻榻米收过来。这是酒桶，红酒桶啊。这还有几个钱包。哎 ，OK。接下来咱们打这个地方啊，这看来是可以打通。OK。哇，里面还这么深，看来是啊。咱们再试试啊。哇哦，哇，这局设计的好像是充满了神秘感。哦，这有个妖怪，咱把它打掉吧。然后咱们收这些家具啊。哇，它是个大妖怪，血比较厚啊，咱们用钢剑。OK， 咱们干掉它啊。要打掉它还是比较简单啊。哇，它有补血，赶紧。我让它补血了，没办法，算了吧，再打吧。哇，下我11。他可是够狠的哈。 OK， 获得一把钥匙，一会儿咱们开那个门啊，咱们先收榻榻米啊。 OK， 咱们收掉。我还收到了这个梳妆镜和这个梳妆桌，这以后等于都是给小公主准备的啊。这小公主连这个婚房都准备好了，东西太全面了，真是啊。接下来我看啊，里面还有什么东西。我这还这么多榻榻米呢，那赶紧吧。哦，这个木椅也有。哦，咱们可以用这个木椅泡温泉啊，应该说是。啊，赶紧，榻榻米咱一个不能放过啊。哎，但是咱不能自己生产这个榻榻米吗？只能在这打吗？也说不定哦。哇，咱先干到这几个小喽啰啊，这真的是小喽啰，都不值一打啊。好，咱们来啊，把它也干掉。两件，一件两件 ，OK。接下来我看看啊。哎，这还有个门。哎，这有钥匙，开这个门的话，那刚刚那个门没法开呢。稍等啊，我稍微调整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刚刚咱还应该有一个门才对啊，除非咱现在有两把钥匙。我看一下啊，啊，只有一把钥匙。那这么说，咱有一个门还开不开？哦，看来还是有问题啊。不管了，咱们先开这个门。OK， 我看到这里面应该是个骑士，咱们还是不打他啊，咱们直接开宝箱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彗星的戒指。彗星戒指是干什么用的？我一会儿看看啊。哎，这个简单啊，这个骑士干嘛呢？他在里面，我看他一眼。哇，他正冲我呢。啊，在里面冲吧先。好，咱们看一下这个戒指啊。我看啊，是全身充满力量，不可思议的戒指，可以彗星一击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攻击力增强吗？我试试啊。稍等啊，我看我怎么彗星一击。17、18，跟刚才没区别啊。算了，先不管了，咱们先收这个榻榻米啊。哇，榻榻米以后咱们好好建设小镇。这看来我的屋也得要铺榻榻米，公主屋也要榻榻米啊。好，咱们赶紧多打一些。不过有点多了哈，以后给这个公主，然后还有这个占卜室，咱们所有的这个房子都是这个合适啊。哇，接下来咱应该就完了才对啊。哎，这又是个大妖怪。哇，天哪，他还能掉钥匙，我知道了，赶紧吧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了彗星一击啊。哇，38。
哦，这就叫会心一击吗？哇，掉了把钥匙，好，咱们去开另外一扇门啊。我记得还有一扇门咱没有打开，但是那扇门在哪儿呢？我先把它打掉，算了，应该是不在这儿，咱不管它了。那扇门我想应该我来的时候是我想想啊，应该是这儿。哎，不是这儿，是这儿吧？啊，是这个门。我记得这块有门嘛。好，咱们把钥匙调出来啊。啊，看来记性还可以哈。好，咱们赶紧打开这个门，这都是没用的东西啊。好，咱们开门。这个门我也把它打掉啊，以后咱们能装好多门了哈。以后咱们小镇内部的房间咱们也装门啊。哇，这儿没有人呢，榻榻米我收走了，实在是不好。哦，各位朋友，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。我刚刚的视频采集卡出问题了，所以呢我在里面其实又打败了一个骑士，并且呢获得了一把剑。我没有录上，我呢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应该是右下这把剑，叫做破坏之剑。我打的骑士呢非常费劲，但是呢获得了这把剑。大家请看，就是我手里拿这把剑啊。刚刚的这个视频采集卡出问题了，结果我打骑士很精彩，但是呢没有录上，那实在是不好意思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就用这把剑再进行下面的冒险吧。我现在呢赶紧回咱们的基地，咱们去吃一点东西啊。我肚子好像又饿了。探险这个小洞吧，我感觉挺有意思啊。咱们获得了一个这个死神之盾，又获得了一把破坏之剑。不虚此行。好，那么咱们现在赶紧回小镇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的这个视频采集卡非常的不稳定啊。等我刚刚发现这个没录上时候吧，我已经都打完了，所以实在是抱歉，这块视频呢没有给大家分享出来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好，那么下面呢咱们赶紧找大爷填饱肚子啊。大爷，我又找您来了。他还说的那些话咱就不看了哦。 OK， 哎，有大爷的话我觉得咱不用生产这个炉灶就够了啊。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大爷，一会儿我那边建好之后你一定要过来哦。这来一个骷髅，咱先把它打掉啊。哎呀，大家请看我这把剑有多厉害。那么好吧，这个视频呢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咱们从下期开始呢，我拿这把剑和盾做新的冒险，咱们看看这把剑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。那么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